世界第二大的危险运动师，曾被美国杂志评选为世界第二大危险运动的是自由潜水。你自己是高空弹跳，因为我觉得高空弹跳其实它的装备是都经过教练在使用之前都会先检查过。检查过为什么会有断掉的？哦，那就是没有检查好。但其实我你说的是属于一种废话，你知道吗？今天晚上九点，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